者詹香马台北报道，陈婷妮、刘以豪主演 OTT 娱乐自制剧《种菜女神》日前开镜，两人才刚合作完电影，紧接着又在戏剧合体，笑喊完全不用培养默契。而该剧有近三分之二剧情都跟花莲有关，剧组将到花莲 LONGSTAY 超过一个月。刘以豪难掩兴奋表示，我本来就很喜欢户外的活动，前腿直接买个露营车好了，剧组休假的时候就可以开车露营。而陈婷妮、刘子谦也将挑战农夫生活，陈婷妮对此跃跃欲试，对花莲一直都很向往。导演还特地问我，两轮四轮的耕耘机是不是都会开，感觉可以收获很多特别的经验。刘子谦则表示，从没去过花莲，当农夫体力要好，听说花莲太阳很大，可以吸收维他命 D， 相较于花莲组跟李千娜、徐君豪及周承恩多在台北取景，从没去过花莲的李千娜直呼超羡慕的，一直很想去感受他们的生活。徐君豪也笑说，还是可以发我两天的通告，但是让我留在花莲十天。三人在剧中也将有精彩对手戏，周承恩就说跟千娜太熟了，但还是很期待彼此在对戏的时可以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与千娜、刘以豪、陈婷妮合作《种菜女神》，OTT 娱乐提供《种菜女神》剧组举办开镜仪式 ，OTT 娱乐提供周承恩左起、刘以豪、徐君浩、刘子谦出席《种菜女神》开镜仪式 ，OTT 娱乐提供。